果然不在这儿。大王说的果真没错，这世上谁都靠不住。放心，我不是来阻拦你们的，你们要用这阵用就是了。宇文太师，我只是想劝你一句，神器转世本就不受什么轮回之苦，你何苦要多管闲事去救什么天下苍生？我自知罪孽深重，不敢称拯救苍生，所行只求问心无愧。问心无愧，哦，也对，你非肉体凡躯，所以拿活人练阵自也无可厚非，是不是？你什么都不知道？不知道？哼，我可知晓得一清二楚。为苍生天下，便是以活人练阵之缘由。耄耋老者本已经天年，不过一二日可活，便是第三日天崩地裂，又与其人何干？所谓苍生天下，就不是你的一己私欲了？你凭什么为那些人做决定？与我一家人唯愿当劫之日同生共死呢？宇文太师，别听这邪物的，他就是为了乱你心智。你做的事，反正我知道你是有苦衷的。什么苦衷？这沾满鲜血的手，与那妖术师到底也无甚差别。不过，即便如此，这罪孽本座背就是了。至于你这妖邪，断无你与本座分说之理。你说的他是谁？何必要问我呢？你心里应该已经知道了吧？宇文拓，一切都还没有结束，无论你们做什么，都无法破坏大王的计划。即便是在这混乱无序的时空里，大王也一直都在看着你们。宇文太师，朕已在掌控之间，莫再受他言语纷扰。准备离开吧。宇文拓，老夫在此等你许久了。国仇家恨，血债血偿。啊，小心啊！宇文狗贼！这天下为你所弑的性命，都在这里看着你呢。你还是追来了？哼，狗贼！此会稽郡为你列万灵血珠所弑的性命，今日向你讨命来了。不会结束的，这里的时空无序往复，你永远都无法离开，就留在这儿承受你过去的纠缠吧。过去的事都已过去，我杀人无数，也是罪有应得，但神州结界破裂，我一定要回去，封捕结界。那也叫我一并看看你们的心魔吧。宁珂姐姐。宁珂。你们好啊，好久不见。怎么，不想杀我吗？宁珂，我……宇文兄，这只是龙妖造成的幻象，别多想，动手。宇文大人，
这回你又打算如何？结束了，宇文大人。宇文大人，你不想知道为何我没吞下那果实？倒还真是铁石心肠，这幻境竟是困你不住，看来要我亲自动手了。你还是来了。便是机缘巧合，塔内世界皆成无序混沌，你依旧还是上来了。本以为到得此处，陷入这塔内，便可不再与那些使命有所牵扯，谁知道终究还是到了这一步。那么既已站在这儿，还需多说什么呢？动手吧。独孤姑娘，宇文大人，您可生来唯一的宿命便是撕裂着天空。我必须开启阵法，回到原本的时空中去。你不要逼我。逼你？有谁能威胁得了威震八方的宇文太师呢？该怕的岂不是我？只怕宇文太师提剑斩杀我之时，眉头都不会皱一下。宁珂郡主，一定要这样吗？我们生来宿命便相悖啊。宇文大人，宁珂不会也不可能退，多说无益，来战吧。宇文太师，事情还远远未结束，我们原本的时空再见了，若是那时候，如果还能有今后。独孤姑娘。